哎呀，终于从这个桥上面走过来了，走了好远的路啊。然后我现在是往那个景区那边走，就是那个老城区。这面呢有很多这个修得非常好的这种小酒店，价格估计不能便宜。这边的住宅呢也比较新式的啊，新式住宅。事实证明啊，北欧人还是很高的。你看这个大哥，刚才有一伙上班族，可能是下班了啊，一激荡的往那边走。我一看那个女的平均身高就和我差不多，男的就更不用说了啊。哎，这边还有很多亚洲人。